新任驻海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李庆龙先生宣誓仪式，宣誓仪式开始，监誓人就位。官邸人员就位，宣誓。誓词于誓已至诚，恪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不枉费公帑，不滥用人员，不营私舞弊，不受受贿赂，如违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。警示，宣誓人吕庆龙，中华民国89年12月13日，宣誓人向院长行一鞠躬礼，礼成。